哦，我介绍一下，今天这个外套和里边这件内搭呢，都是我和乐丁联名的一件衣服嘛。这个小鲸鱼是我亲手画的，这两种休闲和运动我都会去穿，但是我可能私下生活里更偏向休闲款多一点。这件我是很爱，因为这个穿起来就很舒服、很宽松，然后无拘无束的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游乐园的关键词就是开心、年轻、活力。最喜欢的游乐园里边吗？那肯定是过山车呀、跳楼机啊，这种。嗯，万一女朋友不敢坐过山车啊，那我先坐。这本写真集呢，我是去到法国的这个海边拍摄的。写真嘛，就是展示一个生活态度和状态。400万，我在等粉丝留言告诉我他们想要什么，对，我会选择一个最合适的表达出来。因为我帅。